咱们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了。你还记得这儿？当然了，那可是我人生第一次被放鸽子啊。就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我第一次吻了你。这还没变啊，花又开了。苏星辰，其实看到你在台上说话的样子，我也有话想对你说。你是我的骄傲，一直以来都是。你自信、果断、不服输、善良、勇敢，所有可以用来赞美人、赞美女性的词语都在你身上得到了体现。真正爱一个人，就是要让他变成最好的样子。你做到了，苏队长。那一次我掉下山坡的时候，我特别害怕，我特别害怕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陪在你身边守护你。也许以后的生活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，也许还是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但是有你在我都不怕了。我希望我可以成为那个守护你到最后的人。我可以拥有这个机会吗？苏星辰，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幻想日子变漫长，世界被遗忘，想决定你是否有了苏清澈的宋星辰，有了家，没再吃过外卖，洗过碗。生活呢，就是有小小的、简单的满足感堆砌起来的。虽然我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，但在这一刻，我想相信你，我愿意。不去，不去，我都订好了，我都说了不去。为什么呢？这么晒还去干嘛呀？我来撑伞。渴了呢？我来喂。饿了呢？我来准备吃的。哎呀，我不去，我不管。可是三个月前我就订好了。你烦不烦呀？我都说了我不去。那个时候你不是说去的吗？爹爹，爹爹。
爸爸妈妈没有吵，爸爸妈妈就在聊天。妈妈，那你想上哪儿？你要听妈妈的。妈妈说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是吗？别哭了啊！